今天我们很荣幸哈，又能够回头来参加这个高雄火车站哈迄个要下整个平面铁路哈下到地面的活动哈，我想大家都有这个荣幸了哈，那当然我们也感觉到依依不舍啊哈。那这边呢看到这么多铁道迷也好哈，这么多旅客哈对台铁哈这个车站哦较信心哈。你哪都欣赏哈，十个车站都很漂亮，十个车站都很漂亮哈。所以呢我想这个工程施工中是很辛苦，那造成大家的不便呢，也请各位旅客多多体谅呀哈。那台铁一直在提升服务品质。那整个新车站的改建是台铁一直努力的目标了，包含目前南回线台南也在地下化，嘉义也有高架化，那未来整个南部地区，那我想呢车站路线改建之后一定可以提供旅客更好的一些服务，那为了服务新左营到屏东这些的旅客，我们从昨天开始改铁，那我们也加开了有16班的7间快车，卫星遮掩开始经过从凤山经过凤到屏东32分钟，比自强号还要快哦，比自强号还要快哈。为什么比自强号还要快？因为它有3个门可以上下车，自强号只有2个门哈。那我们也在严厉要缩短自强号的停靠时间哦。不然做派个拦车交代哈。7间快车比主角们较紧吼，那当然我们的目标主要是要提升咱这个高平均这个地段旅客的这个乘车的舒适性乘车的舒适性，该也便捷性让这些屏东的旅客也可以很快速到高铁来做接驳啦吼。那配合整个活动，我们大概有发售所谓的纪念套票。那好像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从礼拜四宣布之后就好多人在这边排队所以我想一定会造成抢购的热潮那也有一日券，那我们也跟捷运有一些两铁的一个配套措施那这些都欢迎大家购买这个一日券来陆陆续续来参观湾十个车站那最后也祝福呢在场的各位贵宾那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段长。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段长还有我们的副段长我们的历任的站长还有陈荣我们的机务段陈段长我们的站长我们来合照好，这象征着我们的临时站高雄站临时站就此告别好。接下来我们颁奖活动现在念到的名字张家宏，张家宏，不是你张家宏有在现场吗？请到前面来，我们要颁奖。万德宇，邱敬祥，黄友瑜，杨雅瑞，
这都是吗？好，谢谢谢谢以上，谢谢他们的得奖哈，他们在摄影方面哈表现得都非常的杰出啊，在我们的 FB 车站的 FB 上面哈，我们都有展出啊，你可以，可以上我们车站的 FB 去观赏他们的作品哈，来。少了你也不行呢。好，这是参加我们这一次做那个摄影作品的参展人员哈，那么他们都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来得到这个佳作哈。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歌唱活动哈。来介绍我们的 QQ 小姐啊，不好意思。现场各位来宾，大家晚安。最心若愈歹，虚伪的生活，若是灵魂一粒一滴石头才会疼。因何在伫遐？心愿做伙认真做阵行，提出真心一站到人海面前命。人生若愈歹，虚伪的生活，若是灵魂一点一滴石头才会疼。Oh,
谢谢，我们带来天空上火力，请掌声鼓励。各位大家好，大家好。天空上火大家好，谢谢。那么我们车站这边呢，也有一个签名活动哦。等一下，如果说我们观赏完毕的话，请各位也可以到这边啊，就一个签名活动哦，谢谢。面对的东西，那种我伤口里，都是娘家风气，无奈命运来做。不如洒脱哟，我们的，我们。
好，今天是几号？看我，我现在是十月一号哦。十三号今天。刚刚好。好，我们的今天，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啊，请各位注意，注意。终于等到心脏。许多不错。哎呀，他们家走错太别动了。红布条再见，高阳理事长那个地方拜拜。问他们，留言板啊，这是留言板哦，由我们的旅客到站来签名，还有我们历任站长啊，在上面有做一个留念，做一个纪念。那么我们就将随着这个留言板，我们等一下就沿着这个我们天桥啊，去到哎，不能签名，没有了，写完了，已经写完了，这已经写完了。人家已经写完了，整个都满了哈，不好意思啊，不能再写。来，啊，那我们请我们的段长哈，副段长和我们的长官啊，一起到啊前面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合影留照哈。给你吧，是是是，手很酸呐。
好，右手，右手对了，赞。好好好，那我们就告辞一段落哈。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们的这个留言板的支持。那这个留言板我们会把它移到我们新上的文物室墙上张贴，永远保存起来。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战区的最后巡礼哈，由我们这个历届的四位站长哈，然后我们可能要脚程要快一点，不然会错过那个最后一班车哈。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来出发。来出发！啊，我来助理这样，来修修的呀。对啊，对啊，麻烦助理们。哎，谢谢。要买高的，去买，那个车票好看。
有人要上车哦！有人要上车哦！让一下，让一下。
下去一些。
看人家的。可以跟你合照吗？可以啊。哇，太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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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哦，真的好。厉害，厉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最后一集。机智，机智，你妈妈今天要上班呢。
5点就要从家里出发，要不要？Oh.